弄堂呢是许多曾经在金门服役的阿兵哥怀旧的平民小吃，天公贡堂则是金门的老店，曾经获得了中华民国消费者协会所颁发的消费经商奖，能够维持历久不衰的商誉，可见依然是秉持着传统的贡堂风味来取胜。天公贡堂呢有一项相当特殊的猪脚口味，超 Q 的外皮是麦芽糖加上了花生馅来制成的，具有层次口感，而且它的口味相当的独特，但竟然是纯素食的，令人是啧啧称奇。由于十分注重品质的控管，味美价廉，也成为了金门旅游少不了的最佳伴手礼。